扬牌慢打，故作姿态，你们让我有些新奇了。为了尽兴，各位，我就押上全部的筹码了。只有抛却理性，才是真正的博弈。令时，你一定会跟住的，对吧？你要启程了吗？也许会途经你所说的地方。皮诺康尼，你想在梦中寻求什么？我不需要寻求什么，他们不在梦中。啊，恐怕家族并不会为你开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行走的道路不为童鞋所容。即便这非我所愿，即便这非你所愿，因为他与其他星神不同，他从不瞥视任何人，他也无需瞥视任何人。他留下命途的之旅，任由人们行走，共同罗织一道巨大的影子，而这影子已默默地笼罩他们本身。总有从阴影中归来的人，他们大多成了那影子的一部分。在你眼中，我也一样。你还留有一丝色彩，但并不多。这就足够了。在他们彻底消散之前，我会抵达虚无的尽头。愿为逝者哀哭，泣下如雨，充盈渡川。如潮涌至，领你归乡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巨大的黑洞和海，我成功了吗？欢迎来到这个悲伤的世界。你的好运是我们，也是所有埃维精神最宝贵的财富。两天时间，活着出来，证明你的本事货真价实。财富、地位、权力，公司会给你想要和不想要的一切，而我们将在下一次卡卡瓦的极光下重逢。
很遗憾，这里不是你期待的地方。虚无，是吗？也许在你看来，我是一位隐藏身份的令使，但是沉湎无相者从不瞥视任何人，他无貌无形，更无意志可言，虚无平等地笼罩着每个人，只是有些人在他的阴影下走得更远，沾染了更多的无，仅此而已。仅此而已，朋友，你真的让我不知该怎么接话了。所以这就是我的终点，死后之地。这只是一场转瞬即逝的梦，伊克斯的万千表征之一。在虚无的见证下，我们在此短暂停留，然后行向各自的方向。看来我的死亡已经注定。即便你希望如此，我也无法给出承诺。既然目的已经达成，我想你可以更坦诚些。什么意思？你在乐园的表演十分精彩，虚张声势，单纯但实用的技巧骗过了几乎所有人。不会有人想到你如此大费周章，甚至不惜压住自己的生命，只是为了再度确认一个看似早已被否定的事实。皮诺康尼的梦境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死亡。我有什么理由这么做？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能触及那个比连环凶案更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你才能借梦中的死亡去往那里。在这场盛会中，人们时刻寻求的那片应许之地，钟表匠的遗产，真正的皮诺康尼。唉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我也未曾料想自己意外得知的某件事会成为串联一切的关键。是那个人的身份，对吧？看来你也知情。我不能确定，但我愿意赌那个可能性。命案是个好借口，但还远远不够。即便皮诺康尼真的存在那么一两起谋杀，影响的也只是极少数人，掀不起波澜。这片美梦并非汪洋大海，而是一座孤岛。家族用铜鞋修筑堤岸高墙，隔绝外界，守护人们不会在大海中溺亡，同时也借助这道隔绝死亡的壁垒，将不为人知的秘密埋葬于深海中。在没有痛苦和伤亡的美梦里，那些秘密也会永远不见天日。除非有人去往壁垒的另一边，并且能活着回来。有人已经做到了，我很早就获得了提示。如果哑巴指向的并非不能发声之人，那就只可能是不能说话之人。那个已然从深海中生还，却无法再走到台前开口说话的人。我很高兴得知他依旧在皮诺康尼，并且平安无事。提示？不是证据吗？很遗憾，我没有证据。唯一能佐证这些猜想的，也只有家族面对死亡时的坦诚。他们对外来者太过慷慨，反而显得欲盖弥彰。但怀疑一件事不需要证据，解开真相才要。对我而言，前者便已足够。我也无需找到那只异域迷鹰，只要有人能像他一样杀死我即可。在我看来，你其实没有十足的把握。特地进行全程广播，试图拉更多人入局，也是因为你在赌一个有人能打破壁垒的可能性。你确实很幸运，命运使我们的道路交汇，而我恰好配有一柄利刃，锋利到足以斩落美梦的帷幕，同时将你身上铜鞋的烙印一刀两断。你也很狡猾，故意设计让我们站在彼此的对立面，不断在他人面前重复令史的说辞，令我退无可退，
唯有拔刀相向，所以你才能赢。时运和谋略缺一不可，而在你的布局里，公司永远是赢家。即便最后你赌输了，对于家族而言，一位使节的性命也足够昂贵。一场豪赌，不是吗？但容我指出一个错误，公司并非稳操胜券，在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上，我的确没有后手。引爆一颗星核，我做不到。杀晶石已经太过破碎，甚至无法保护我从舞台上全身而退。如果你到最后都没有拔出那把刀，就是我满盘皆输了。讨论如果没有意义，是你赢了。你为自己赢得了通往那片深海的入场券，而这之后能否从深渊中归来，就是你的另一场豪赌了。你不曾犹豫过吗？犹豫？当然，但我只能相信我的好运，因为除此之外我一无所有。从这场梦中醒来，去你应去的地方吧。你的赌局尚未结束。在分别前，能再回答我一个问题吗？身为走在那条路上的人，你能否告诉我，为什么我们要为了死亡而出生在这世上？我从不这么认为，你也一样。可虚无的确笼罩着你我，还有每一个人。也正因如此，它没有意义。但它仍在那里。倘若命运的骰子从来都被灌铅，那就是我们命定的归宿。我们又为何要与之相抗？我的回答未必能消解你的困惑，因为它伴你一路走来，早已是你生命的一部分。但你说过，睡眠是死亡的预言，生命因何而沉睡？因为我们尚未准备好迎接死亡。所以你也一定能明白，我们为何想要做好准备。就算结局早已注定，那也无妨。人改变不了的事太多，但在此之前，在走向结局的路上，人能做的事同样很多，而结局也会因此展现截然不同的意义。看看你的口袋吧，你的朋友早就把答案交给你了。祝你好运。那我也该走了。先生，你要走了吗？你最后还是选择离开这座梦境。对，因为他们不在这里，爸爸妈妈姐姐。他们在哪儿？他们在每个人都会去往的地方，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你也要到那里去？我总有一天也会走到那里，但不是现在。会有那么一天，当天上再度洒落下雨，我会听见母神的呼唤，直到命定的时刻一至，
我应去和我的家人重逢，所以在那一刻到来前，我应当做好准备。准备好什么？准备好面对他们，卡卡瓦夏，成为他们的骄傲。我想你会做到的，加油。当然，因为我是圣母神赐福的孩子。但你看起来还是很紧张。我也这么觉得，也许只有你能帮我个忙了。最后一次，我们来对掌吧。你要出发了吗？愿母神三度为你合眼，令你的血脉永远鼓动，旅途永远坦然，轨迹永不败露。我们将在卡卡瓦的极光下重逢。再见，卡卡瓦夏。杀金石的光芒消失了，这只代表一种结果。他兑现了承诺，也得偿所愿。按照计划，你的基石已被顺利送入家族的领地中。那么，履行我们的职责，开始收获吧。我来觐见，我来添酒，我来占有。我为甘露赐下鸩毒，春种秋收，静待枯果满枝头。一切献给琥珀王。